儿媳妇，儿媳妇，哎，怎么了，婆婆？昨晚没睡觉吗？一大早无精打采的，篮子递个给我。哦，婆婆，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是失眠睡不好。我看你是玩手机睡不着吧？天天手机玩到半夜。也没有玩很晚啊。你呀、啊，睡前常玩会手机就好了。知道了，婆婆。儿媳妇，差不多了，你先把燕妹带回去，再补个觉，我出去一趟。好。下个巷口，爱人早春，倾尽所有，才能买一份去。阿雄，你不是摘燕梅去了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嗯，摘完回来了。你看你困的，回去睡一会儿吧。不睡，白天睡了，晚上又睡不着，怎么办？行吧，那你在这等，我一点活干完带你去玩，就不会困了。好。像春花未至，只是寻常岁月时，世界余生的样子太温柔，容易偏执。爱人，怎么样，困不困？不困。走。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往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，咱抓头，抓头，抓头，抓头！哎呀，没抓打呀！耶！哎，哇，掉了，掉了，掉了！快点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三三两两，春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再来再来再来、嗯、哎哇塞、哎、风行满天飞扬，少年在归家路上。阿雄，收获不错嘛。那必须的。你看小熊熊，自己看像不像？像吧。这么巧啊，小野，坐啊。是啊，男朋友陪我逛街，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阿东，设计公司总经理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们要喝点什么？不用，阿东有缘，阿东，你们快交换一下，明天认识一下。好。的样子，哎呀，忘了，你应该没有明天。真真啊，你有空也给阿雄好好打扮一下，这身穿着多没气质。阿雄蛮农场，穿休闲的比较舒服。你呀、啊，要求这么低了吗？阿雄，你真是好福气，这么好的老婆哪里去找啊？我很幸运遇到真真。哼，还是跟以前一样单纯幼稚，几个娃娃就守门了。东西贵不贵重不重要啊，意义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看你现在天天干农活，憔悴成什么样子，都快成老阿姨了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够了，今天当你是真正的朋友才跟你坐在这，你怎么说我无所谓，但是请你尊重他，不行我走。阿雄，你不是跟我说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吗？你刚刚有点凶啊。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无所谓，说你就是不行，你就别理他。在这边等我，我去那边买个东西。好。走吧，阿雄。你买什么东西？冰袖给婆婆用。月光从夜空前夕，朝一个方向聚集，不是一世界里的光怪陆离，只是因为你，萤火虫飞向草坪，抖落光晕奔向你。我会画这场景如飞舞的铅笔，这美好赠予你。你会长出羽翼，拥抱星河万里，将这世间温柔都尽收眼底。山河湖海溪流，湍急不落倦意，任你如风般自由栖息。你任岁月更替，拥抱星河万里，是爱与被爱赋予你的权利。宇宙万物盎然，春意人间欢喜，是我偷偷的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
儿媳妇，你不是在房间睡觉吗？没有，睡不着，跑出去玩了。你呀、啊、你吃吧。嗯，儿媳妇，我做了个鲜包，你放在床头，晚上好睡一点。哇，婆婆好漂亮啊，我好喜欢，谢谢你。你不是也有东西要给吗？哦，对了，婆婆，我给你买了冰袖，穿着干活既不怕晒，手也不会被刮到。你自己留着用，我不要。我还有。妈，既然你不要，我干活还插个帽子，那就给我了。臭小子，那是我的，等下趁火用你好看。吃饭。吃吃。嗯。婆婆到底行不行啊？手机卡住了，马上就好。别耽误我时间好不好？真的是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婆婆怎么了？儿媳妇，你来得正好，快帮我看看，我手机卡住了，怎么按都没有反应。好像卡死机了，我重启一下。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会儿。儿媳妇怎么这么久？太卡了。哎，真是浪费我时间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好意思，要不你先赏我手机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婆婆，给你的马呢？不知道掉哪里去了。喂，阿聪。喂，阿聪，你手机怎么老是打不通？刚才我手机卡住了。你那破手机早就该换了，有事都找不到人。没关系，就是卡了点还能用，有什么事吗？你送不到再给我送一些过来，有客人等着要。好的，马上给你送过去。儿媳妇，你去摘点树葡萄给林叔送过去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嗯。婶子啊，你帮我发挥这五十口，我不会弄。嗯，好，邱医生，那你号码按一下。给你，记得办我接。嗯，马上就好了。没事。慢走啊。阿雄，你不是去妈那里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婆婆让我摘些树葡萄给林叔送过去，你跟我一起去呗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好、啊，看一下新鲜的蔬菜。慢走啊。珍珍，你刚刚说什么事？你给我买衣服的钱，我想给婆婆换部手机，她手机太卡了，而且老是没信号。那你衣服不买了？不买了，又不是没衣服穿。你还是留着买衣服，今天周老板给我结账，等一下我们一起给妈挑部手机。嗯，好。够了，珍珍，走吧。哦，好。林叔，给你树葡萄。好、啊，谢谢。给你。好的，林叔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没想到那个珍珍这么贪心，我给他五十磅，我就花费；既然没办，我就自己钻口袋里了。真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来、啊。可不是，年纪轻轻的。秋雨，事情你了解清楚了吗？就在这乱说。那我怎么花费都没办？给你，以后都别找我儿媳妇帮忙。我又不是做你，干嘛火气这么大？你说我儿媳妇就是说我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老板，这个手机拿出来看一下。谢谢老板，走过去了啊。好。月光从夜空前行，朝一个方向聚集。不是一世界里的风花雨露，只是因为你。萤火虫飞向草坪，飞落光阴的心。我会化作成一路飞舞的千里，将美好赠予你。你会长出羽翼。婆婆，我们给你买了部新手机，你试试看。给我买什么手机啊？我这还能用啊？拿去退了。妈，你那手机也该换了，老是没信号。是啊，婆婆还经常卡机，像今天那样子多耽误事啊。唉，行吧。阿红，秋雨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吗？今天不好意思，是我记错了一个号码，这个还给你。没事，明白了就好。那我回去了。好。婆婆怎么了？没事，吃饭。嗯。
你会将属于